倒入58度绍兴酒，并配合独家秘方的酱汁，大力搅拌着绞肉，让每一部分都充分的入味。接着把天然的肠衣挂上机器，还要用手掌调整大小。全手工制作的香肠是传承第三代的业者特别坚持的古早味。啊，这个过年肠一定爱滴灯啊，嘿啊，啊你用塑胶灯啊买哪会使？嘿啊，啊塑胶灯啊你食了嘛不好啊，嘿啊嘿。啊，所以阮的烟肠你看，有诶较大条，有诶较细条，就是讲迄个肠啊，肠啊吼，有诶会较大，有诶会较细，所以讲。袂当讲安尼，拢变大条安尼。每年元旦过后，香肠礼盒的春节订单就开始大量涌入。在全家总动员协助下，依然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准备材料，坚持用新鲜的温体猪肉现灌现卖，相当受到消费者喜爱。咱的猪吼，就是伫咱的肉品市场，就是伫台甲吼、台安遐吼，阮都是逐工拢去遐化猪。啊，就是伫遐杀好，啊，再转来，嘿，啊，阮的肉就是足新鲜的，每一工的肉，拢无过敏啦。因的掺酒足香的啦，掺的迄，迄个高粱的啦，嘿，高粱酒啦。我有常常来遮买。伊网路上吼，我看到的，啊，然后吼，阮伫台中，啊，就厝边隔壁人来买，啊，我就今仔日专工来遮买，就食到伊的烟肠特别较好食嘞。熬罐米的，熬胡椒的，熬蒜头的，蛮好吃的。店里忙着装盒宅配，店外还有人特地前来挑选。业者表示，过年前光猪肉一天至少都卖超过200斤的量。坚持传统口味，虽然耗工费时，但他们将延续这个好滋味，陪伴老饕们迎接每一个新年。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